这是现在是2020年7月27号凌晨的0:26了。我的哥正在给大家带来是拳皇2000的中韩对抗战，一批来自韩国阿库玛，这家伙号称是拳皇2000世界第一啊。二批是最近风头正旺的来自中国的亚王，武汉亚王。亚王这里跟对方打成7-7了，我去，对方用首发大都一个跳飞，完美的压制了 K Dash。亚王这里中间是选择了他不老的八神啊，继续八神是他的标志性的角色。亚王这里刚才是用了自己的一个援助东丈来做掩护，刚才八字女超杀被对方的援助一拳打飞啊。库玛对援助的运用确实是在这个版本里面我见过玩的最好的一个了。亚王这里利用东丈掩护再次浅冲众生龙确认，不过他血量已经被对方折腾到已经是损失还是不少的，回血也没有被他回满。面对对方要开金身的 King， 对方是满血的 King， 而且还有收集玛丽。亚王手里是选择赛斯，好，守神成功。好，亚王刚才是想尝试用八字女啊来拼招的，重手再打三花，跑抓谢风之后再捞，没有晕。好了，这次活生打晕了，太漂亮了，完全没给阿库玛一个喘息的机会啊，活生被他揍死。2-1的局面，一管半的血量来占对方的满资源的一管血，悟空东丈呢，东丈出手跳重拳战重拳再接滑，晕了没有，晕了，跳重拳战轻腿再接葵梦弹葵挖打死，直接给亚王点个赞，